阿伯打不开，我们要破门啊。他是说他老婆昏倒，阿伯是可以对话的，阿伯没有昏倒。我是你三小姐，三哥，你先吃饭。我要上不上不要来一年不见了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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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可以丢了哦。水跟手机拿得到就好了哈。阿伯打不开，我们要破门啊！他是说他老婆昏倒，阿伯是可以对话的，阿伯没有昏倒。我是小姐，三哥，你先吃饭。我妈呀，要是咱们咱们又来。伊什么时阵叫袂起来？十一点外哦。十一点啊。我确定。水啊。啊，水等一下，等我倒上去就可以啊。啊，大家互相帮忙啊，有需要。转向，这样子。转向。再转，有啦，你是这个哦、喔，哦，因为是你是咧用的，哎呦，我是提刀才过来，这样子，哦对，啊你咧就通拿有一个拿提刀的，啊我用，我就提这大桶的有你就好啊，你唔免这个啊。本所接获民众报案，指称民宅内有人昏倒，急需救援。原警获报后第一时间通报救护人员到场。经消防人员紧急破门入内，发现一名妇人意识不清楚，躺卧在床上。从该男子口中得知，晚间2:30，妻子在洗完澡后感到身体不适昏倒，因其不良于行，无法及时查看妻子状况而焦急不已，长达4小时不间断的呼喊求救，最终在凌晨3时，邻居因起身如厕。听到呼喊声，连忙报警。事后紧急将其妻子送医治疗。原警担心身体不便，男子在妻子治疗期间难以自理，先是通知其女子返家照料，更贴心地留在现场装好饮用水，倒掉排泄物，将随身拿取物品就定位，并暖心安慰，令其心情宽慰不少。感动万分，频频致谢。警方呼吁民众平时应多留意自身身体状况，随时自我检查，降低意外发生的可能。若遇紧急状况，可立即拨打110、119报案，请求协助。